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药师宝灿》。接着哈，继续过来讲解药师宝灿。那啦，顶节啦哈，啊，讲解到佛啦，下加主圣贤，还有个佛啦，大慈大悲，哈，将这个以这本愿功德经中啊，翻译出这个消灾延寿的忏法，哈，遍诸众生啊，遍离众生，啊，在界沐浴，在寺院。在寺院啦，或者在家庭，在寺院或在家庭啊，啊是恩相礼，恩相礼，哈，或者在该或该善事，哈，咱呢来焚香，哈，洒扫这个焚香，哈，焚烧了香花烛灯，哈，随焚供养，亦可赞扬忏。虔诚敬礼，正无求不应啊，无愿不成哈、哦。这里、个、这段甲咱开始个只哈，讲咱啊，这里、个、消灾延寿这里忏法啊，咱会当伫随时啊，在家中来举行，即个在这里、个、啊，在家中或者在这里家庭哈，或、啊、在家庭。啊是咧，咱因咧，你即请咧啊修行诶，即、这个高僧大德，啊是善知识，还是善书，啊还善知识咧，啊来甲咱啊共同咧开始，哈、啊、教导咱来修行。好、啊，那么首先咧，咱来咧，我伫寺院，咱咧寺院来做即个忏法啦，哈、啊。这个忏法的时啊，咱在都出家修行，哈，出家修行诶，那么有师父在开示咱，教咱修如何修行。但是诶，我有种感觉啦，因为我本身嘛无出家，哈，但是呢，有种感觉呢，咱呐，无论出家在家咧，尤其在家还是出家拢好，啊，出家修行诶，啊，有真侪咧，修咧咧。啊，这惨惨的呢！啊，平常时吼、哦，日常生活中呢，日常生活之中啊，爱做到，哈、啊，有诶啦！啊，虽然无出家啦，但是伊离开这个家啦，也未剃度出家的，也未剃度了，伫咧道场咧修持的时啊，是经是爱上，但是呢，依照经的法啦，依照经法啦，咱爱来。实行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哈，实行的日常生活嘞，上重要。哈，常常有听到讲，啊，咱这里有诶什么道场啦，啊，来这里哦，是是非非真大堆啦，啊，冤家路侪烧咩，吼，烧寒煞的，里里扣扣的足侪嘞。安尼嘞，结果修行嘛是无效，上卡侪经嘛是无效。因为一旦咱来上经啊，咱上这里、个、这忏、个、法啊，上了咱就爱依照忏佛所开始去做，日实行于生活中，才是宝贵。咱的行经上重要，行得行，行的这经是上重要，实行上重要。你敢若讲一刷屏，无用在生活中啊，成功嘛无效。咱一个经哈，遮尼好，那是无用伫生活中哦，你袂体会到经内底伊内涵，袂当体会到经内伊所开示的呢，遮尼宝贵。尤其诶，
咱将这经啊，所上啊，所读的经啊，咱用伫生活中呢，咱的护法神像，周围的护法神像顶，伊嘛伫看，因为经过咱的实行啊，经过咱的实行伫日常生活中啊，然后呢，再去提高。当一旦你提高了，你会发觉，哎，原来就是安尼。变成咱一个嗔恼生气、贪嗔痴的真的法来修，咱一再咧经常在讲哦，咱袂用生气啦，什么代志啦吼，咱就爱有忍耐性哦。啊，结果咧经常煞，一下咧无佮意咧，莫非杀了恶人蛋？这里吼，要无讲将这轻杀个都倒来头壳空掉，啊，上少都无效，吼、哦，坐如当。啊，是讲小时候无介意的吼，物件呢偏偏出来外好。啊，你今来头壳耍呢，开始大细声，做讲啊几啊滴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呐经常耍，无论是多场在家庭诶，咱一定爱将伊用伫日常生活中。咱在多场里底内底咧上经上好食了呢。啊，因为呢无厝诶囡仔伫吵。无一挂外缘的差，咱就会当清清心心、安安静静咧，在道场咧，哎，伫这个坛城内底上这经咧，啊，心口以供养，哈，布施供养，下来宣扬这妙法。可惜咧，啊，讲是安尼讲，啊，做一回事，讲一回事，哈，这点就是咱众生可怜的所在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唔只当买多阿惨。啊！再参山，因为我参一届，哎呀，我再去都明明白安尼，为啥安尼？你因为还佫参一届，哈、啊，那么所以，咱呢就寺院嘛好，啊，在家庭，咱今日嘞，好、啊，我咱在讲家庭的修持的方法，家庭，因为寺院嘞，出家嘞有出家的仪，这个仪式，哈、啊，以及这个科仪，哈、啊，有一科仪。那么咱在家啦，以我家己本人的经验嘛，在家。念经，哈，加在家修持。咱在家咧修持咧修行啊，啊，咱唔通讲，哎呦，我无时间哦，足怨叹的，我袂当像遐出家师父安尼吼，啊，囡仔放掉了，才会当去佛寺修持，都念经偌好咧。那这想法，无真正确。咱在家修行咧，咱佛啊，甲咱开示，哈，第一要有正业。家庭的事业，哈、哦，咱要正正正，哈、哦，咱在家庭正正爱孝道，正念呢，咱爱夫妻的慈悲，哈、哦，一家的圆满呢，嘛是伫修行。任何一个所在啦，拢是伫咱修行。咱在家修行啦，你若有，咱若有这个真心在家修行啊，咱无一定爱出家修行。甚至过去。啊，过去咧是在家修行啦，是我足真好嘛，足侪非常个侪。啊，比如去年我一个地主，伊妈妈少年甲老咧，伊就家己真正啊自卑，哈，真自卑，而且咧。所以少年甲老咧，将来唔捌骂人一句，唔捌人骂人一句，嘛无骂人骂两句，无骂三句。对阿囝咧，这一教导对翁婿、对亲戚朋友教导咧，实在讲无人对会着，那对会着是真无简单就对啦。那么伊昨下甲老来咧吼，啊七十外岁咧，啊身体就一摆啊，业力的现前，过去职业的现前咧，啊那么。伊就真认真，即条都，甲人念佛尔。啊，那么伊个囝呢？啊，三个囝真友好。啊，老母真艰苦的事啊。啊，伊咧就是开，在家庭咧，吼、哦，家内咧念金刚经，念药师经，哈、啊，读这里、个，地藏经，所有的功德咧回向哦，伊老母。问我讲老师啊，我是家庭的，如何来念这经回向我老母？好，我叫你早时啊，你甲你香点咧，请佛祖做主啊，地主心口与供养，要来读诵这部《无我是经》，
愿意将此功德咧回向予老母的完成祭祖，回向予老母的守护守护神，回向予老母的啊，可以生生世世有因的人多生的福报。然后咧，一只功德咧，要庄严老母的佛净土。伊就逐工都这样咧想，啊，拄仔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后咧，往生去，往生去咧。伊干阿这条都用挥发，挥发挥发的下里柱啊，几啊千粒，挥发里下里柱，好看了规盘，在家修行啊，伊在家咧尽着做人的本分，咱人来这个卡以外咧，咱内在要一个咱的佛性，咱的心。咱若是相时时，咱的心啊，在家庭用力爱，囝顾好。哈，翁婿顾好，某顾好，老爸老母尽孝道，哈，朋友弟兄呢尽义，啊，有诶啦，往往呢，咱咧弟兄弟咧，那为了财产呢，开始会较拍不睦，拍不睦个时啊，好就开始起小过。那现在在座的多几位弟子，老师啊，你甲解决好无？阮兄弟个代志，哈，火天大有动日熬，日熬动来克，日熬就是车灾。车在了，所以兄弟要换车，兄弟要为了财嘞，拍不睦，拍歹感情。所以我一再咧交代啦，人伫世间唔好用亲情在斗阵，那亲情斗阵一定甲要拍歹感情。用亲情斗阵，你拍歹感情，你也知。用友情有啊，友情，甲着友情，甲友情来亲戚朋友兄弟啊咧，哈，爸母咧来斗阵。因为你觉得有情的时候，比亲情搁一阶层升一级，升一级这心量。好，你觉得有情了，你觉得到兄弟啊，到底就是有这个情。好，啊，财产是无情的，钱财是无情，金银财宝拢是无情的。有情的是人甲人中间有情尔。咱啊，你用亲情呢，有自私心；亲情有私心，哈，亲情呢？有利害关系，所以咱若时时用亲情要斗阵的时候，我安尼保证不要拍不睦。天下间偌济拢干咧讲亲情，处处嘴声声口口，我爱我袂使顾无顾亲情，但是袂使顾亲情，到尾拢拍袂变无情。若是讲我爱用有情，甲无有情，人甲人都是有情在斗阵的时啊，兄弟袂小过，兄弟袂为了财产。人伫世间财产是活的，财产死人活，财产死人活。哈，那么我一个弟子，啊，是大人去年往生去，啊，听我甲讲，那是大人往生以后咧，财产你一句话都袂用问，随在因兄弟去变，无要紧，你咧保持一个家内的安和安详，啊，觉得有情。那么是大人往生以后咧。兄弟无偌久咧，开始为财产大声细声的来啊！伊讲我拢无差哦，我吼，真落实在恁去，哈哈哈！了行煞做算，结果遐咧大阿妈阮大条细条，啊结果无几工咧，脑筋错咧一边啊，哈哈，计较啥？那么咧啊，放有下咧，快快乐乐，甲有情，甲回到倒来咧，兄弟也是哎，这个小弟上好，这个小弟吼是安怎？结果咧，较早对小弟咧，小弟要讲一句哼哼哼的，今日咧会主动甲小弟咧，真正客气伫尊重小弟，这换来的是友情，这是上宝贵。好，所以伫家庭咧，这嘛只要修行放下，咱有事不缠内底，叫咱莫贪，唔通贪，第一个贪，兄弟啊，为了财产起小过，上无价值。上无价值的兄弟为财产去照顾，人生若行到这程度来咧，要计较的事啊，无价值。兄弟有财产，你随在你，无紧你安你欢喜就好。我只要保持我家内平安，我身体健康，我心也是靠靠水，心平气和我就好啊。在座各位弟子，财产人人爱，但是性命较重要。咱兄弟是大人往生财产。放一边，
咱的人生放一边，咱活在世间，不是为财产活在世间呢？那么再去咧，顶着咱讲，咱有七个世界佛，对东方去有七个世界，七个世界拢有佛，七个世界土地遐尼宽，你去个所在你唔去得，那么大家世间呢，大家找欢乐的世界。啊，沙漠的世界，沙漠世界的财产呢？你嘛是沙漠啊！哈、啊，到尾所住的大造是啥呢？住了妄谈而已尔，住了不妄而已尔，住了颠倒梦想，住了地狱的财产安尼尔。所以，咱人伫世间，唔是为财产的生存。若是见咱大家有听到佛法，咱是佛弟子咯。咱听到佛法，就佛弟子。那么佛弟子呢，咱就爱代替佛来帮助这个家庭，度这个家庭所有兄弟姊妹。所以咱兄弟姊妹呢，为了财产来去修果呢，今日听了以后了，我建议你等下放掉、放下、放弃，好兄弟随在去，唔通去修果。你若果去修果，后世人来呢，一定嘛是甜蜜煞。一定没错，咱若告诉为财产起修过，想不好。哪讲有友好好笑啊？哎呦，我对谁真友好？你甲兄弟起修过了，你想不好？哈，恁囝话对咱哪呢？免烦恼。哦，这是在家庭，这嘛修行的一部分。那么拄只甲问这个火天大友嘞，好、哦、就金光万动，老爸害死兄弟啊，害死只囝起修过，老爸老迈死，财产没修过。老爸老妈死，哈、哦、是啊，兄弟也袂拍不通。啊，老爸老妈老财产，兄弟也袂照顾，一定诶。所以各位啊，恁财产呐有较济时啊，一生诶，死里当在起庙，恁娘摕来个，兄弟也袂照顾，但最尾，侬个老姐无好，一定照顾诶，袂照顾，你放心，一定人杀你哩哩。本债无本财产，本债无害，袂照顾。你本财产十亿九亿照顾，你甲试看卖。我当结过一结缘呢，真侪信众地主啊，好，那其他人等伊呢，你分财产呢，拿来来讲老师，我真欢喜是大人的财产了，我拢无插，虽然要无一个甲讲，甲咱去年这个地主呢，哈，张弟子张昌明的哈，甲讲老师，我拢无插啊，我听你话，我结缘以后呢，我足欢喜的，好，我即关就脱过啊，哈呀，艰苦一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咱在家庭。咱在家庭啊，咱读经、诵经、念经，咱就照这经用在生活中。那么在家庭啊，咱要设一个道场，哈，安一个道场啊，好，咱要安这个神位，哈，要安神位，咱安神位咧。咱普通时啊，哈，咱即摆真侪社会上咧，真侪为了神位的代志啊，得去颠倒梦想，颠倒梦想。啊，本来神啊，吼，伊是要来自咱家内咧，就要予咱教法去修行诶，哈，咱照佛的慈悲去做。但是咧，真侪信徒咧，啊，真侪众生咧，为了安神位啦。烦恼一大堆，是安那呢？一般安身位咧，拢是要有所求，求讲我要发大财，哈、啊，拢唔是要求解脱，唔是要求解脱。啊，比如咱有诶厝内底身位咧，安一大堆，内底神像咧，安几十尊。那当时咧，伫啊大家乐诶时啊，大家乐诶时候，而且。今日咧去到王爷公了，摸一身倒来，啊去庙的邻居就讲：“嗨，你爱摸我的，你去当才会着，才会签会着。”吼，一尊就1万块、2万块了摸倒来，啊一尊就1500块的统一制度，吼2万块摸倒来，结果无啊，无照你咧，啊都哦哇，你等下你袂当甲我开偌济，你若一尊甲我开3万块，我嘛足欢喜，当着收开3空空，唔着空三诶，吼，啊是偌济咧吼，哦都去逼啊。别别嘞，无着啊，啊无着啊，就讲吼，我呢吼，你甲翘脚坐伫这里吼，都神道顶，我逐工创啥偌好都要你食，伊哪甲你食？无甲你食，
哇，就一届无着，两届无着，第四届了，伫最高的咧扑者扑者，那一只那一只啦，啊，也是这个笨手人啊，只啊这是安尼尔，即摆嘛要安尼，啊出来按十升十升，佮好新名气，香夹起来连我袂当了，干脆咧用单写，一个一个看请，啊要一个咱这信徒上敖，伊去专姓顺顺的，专姓的这神的名，都位拢三马江、三马神、三马江妈祖、保兴天、关圣帝君、三马佛的，拢写写咧，一工提来吼，老师。你看吼，我请这个神请有对无？我遐好神啊！哦，去开拄一本，一本内底吼，迄神的名拢写写了，打一经拢抄啊！哎呦，对对，我望你请到位的时候，请到了是爱偌久哈？请到刷车两点钟，我哎呦，你两点钟，阿路都走了呀，哪有时间来听你的？哈？啊！你要你看要请哪时阵好无？无王禅老祖，我请哪好无？我王禅老祖，你请呢，一定保证你袂着。伊讲安尼无啊咩啦？吼、哦！我看你上台先踩哪时阵，啊对啊，其他做人客。吼、哦！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安尼真嘛财迷心窍。我讲你是安尼安尼，伊讲我一个法师吼，叫我讲专线的庙吼，拢爱请我到位。结果呢，干那四到位是要两个月，是要两个月。啊，今日找无着咧，全省的迄道教、道教迄名册吼，讲的咩联谊会啊，拢搁杀出来中抄，即个财迷心窍，迄个骗去啊，迄叫做外道，叫做外道，哈、啊，叫做外道，迄正正刚刚的外道，叫邪道、邪道、邪道。咱家中的心性，咱。爱依照伊成就的方法，比如咱厝内，车着五户千岁，但是低户千岁，好，低户千岁一直摇啊足牛的，摇啊真牛，咱着依照伊的摇咧，吼，伊的经内底咧，看伊历史，咱着学伊的法，咱去救众生。低户千岁摇啊真牛，咱着爱安尼照安尼去学嘛，去修去做，才是真真正正的供养拜神的。啊，咱若出强到这神啊，咱爱念伊经。假使我厝五尊神的神的时，你着一工一工一工个念五尊神的经。然后咧，你每一项用伫生活中间，用伫生活，吼、哦，每日常生活中啊，你财的神、强养的神，才会真真正正会当得到这个佛菩萨的牵引、加持、智慧，予咱有信心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呐、啊，这个。出来在家修行啊，咱伫伫厝咧修行啊。若是你厝安太祖爷，你太祖爷嘛是照常念太祖的经。那么咱念啊，咱在厝供养药师，供养观世菩萨、阿弥陀佛、诸佛菩萨啦。咱一心一意，你将你家内发起好咧，你就观世菩萨啦。我厝供养观世菩萨，我一早暗晨昏。咱来供念观世音菩萨的，哈，这个妙法的经呢，破门品，哈，观世音菩萨破门品呢，咱修持这个法，念这经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咱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个就化身就对。咱若是讲，咱若是哦，修观世音菩萨，念观世音菩萨所做的代志，违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妙法啦，你就唔是啊，你就叫做外道。虽然我厝拜观音、拜阿弥陀佛的时啊，嘛是外道，嘛是外道，就对。那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，啊，其中啊，伊讲伊若成佛的时，伊的世界啦，无论蚊仔虫拢会用起来修行。吼、哦，这心有够大诶！心量够大，好，咱若依照咧法去修行，去做日常生活中，咱阿弥陀佛啦嘛。好，咱若在家庭，咱就供养这药师，供养药师妙法啦。咱若在家庭啊，咱是平常时时诶，哈，咱就南无大慈大悲消灾，哈，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哈，消灾延寿药师佛，咱就时时念佛的名。啊，时时念佛的名，咱啊念这佛的名呢，咱啊家中啊，若是咱祖先啊有冤有债，因呢来到天父边，听咱讲消灾药师，延寿药师佛啦，
听到这个发明分明的时啊，因就哦，这都、就是这里、个、叫做七佛七佛有书啊，七佛有书，咱的净琉璃的世界哦，都一当等于净琉璃的世界啊。这是这个妙法是安怎修持？吼、哦，咱在家庭，也是咱请恩禅师、恩请禅师、恩请恩请嘞，这僧侣，好、哦，这修行的高僧大德，哈、啊，还是含这个善书，哈、啊，洒扫嘞，哈、哦，这里、个、焚烧香花，咱啊善书啊，啊叫啊来平常时嘞，啊道场清清的，家台清清的。吼、哦，摒扫吼，清气清气嘞，供养火啦、烛啦、灯啦，吼、哦，咱咧随分的供养，你有一项就供养一项。你唔知要为了供养，但是大声细声不好。啊、你若为了要拜神拜佛嘞，大声细声生气人大，你无必要拜，无必要敬，因为最少那时神唔爱食咱，啊，食咱无欢喜的，菩萨唔爱食咱无欢喜的，你就无欢喜去供养啊，你哪有好？生气力大，艰苦济外。